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这个圣诞你打算准备什么礼物呢？这个圣诞节，我选择为辽国还有柬埔寨的一些有需要帮助的社区送上干净的水。你也可以和我一样支持由世界睡眠会和 Brosh 联手合办的 Give Water Project。透过购买 Give Water Project 的水瓶，你就可以实际行动送上干净的水给这些贫困的社区。我手上握着的这个水瓶有我的题词，还有我的签名，希望大家可以以实际行动多多支持，帮助这些有需要帮助的朋友，一起来响应由世界睡眠会还有 Brosh 联手合办的 Give Water Project。